嘿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游戏实况，我是蛮羊。那今天我们来做什么呢？原本我们今天我是想要扩建那个史莱姆生成的那个地点，可是因为史莱姆生成啊需要三格高的高度，然后太暗的话又会生怪，所以我不需要插火把，可是插火把就没有三格高度了，史莱姆就生成不到，所以我今天就打算用那种方块可以发亮的方块哦，比如红石灯。红石灯就有一点难做，而且要浪费很多红石，所以跳过。银石灯要去地狱了。海晶灯，我要想找到海底一阶也是一个问题，所以只剩最后一个就是南瓜灯。南瓜灯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南瓜种子，所以我们可以来做这个自动南瓜农场。那我们来开始吧。哇，那棵树，那棵树，我的南瓜种子放在这边。两个是食物，为什么放这边呢？给芹菜根放回里面，南瓜就一个就好了。OK， 我要先去收集材料。OK， 有了，就这些。我们去建啊。啊，还需要一个方块。锄头。南瓜种子需要用锄头呢，先拿这先，那先装一桶水。我看我们这个鸡也长到这样了。它不会掉羽毛呢？应该是有问题，我猜。我们建这边呢？不要建有草地的地方，这边呢？没错。这边放水，这边除，我们修一下地。先放一个，我这边再，哎，不对不对。对，这样子，它这个脸要对着这个东西，来围起来。
烦。OK， 就这样。过后这个放这边，然后再放这边。OK， 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种下我们这个南瓜种子。好了，对啊，就这样。种下去一瞬间，它这边会推。如果推了，就那边成，代表成功了。在这空闲的时间呢，我是想去我先挖那个空间出来先，等那个南瓜好了过后，我再把它补上去。首先我们先插火把，插火把过后，那个史莱姆就不会生了嘛，然后我们也不会生怪物，这样就好哦。我们来开始吧，哎，没有话讲，我们要去准备火把先。好，我这边有水，我还慢慢走。所以这边是一格挖过去。白痴，来来呀，你来来，你来，你哪里来的？哦 ，yes， 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就是这边，这边是神怪砖，这边神怪砖，等一下我要被你们殴打死。找到了，是这边。神龟城，神龟城。
骷髅神龟转，找到了。耶、欸！我没有弓了，我没有那个盾了。这什么是峡谷吗？哇！跑！哇，这边。很好，我们又多一个比较靠近的骷髅神怪钻了，就在史莱姆那个旁边。啊，我冻死了。我这一期先弄一边先，下一期我还弄另外一边，但是我们难关应该长好了。OK 啊，我把插多一点的神怪。那么这期实况影片先结束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在下方点个赞，不要忘记订阅频道，并按下旁边的小铃铛，叫我出影片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获得信息。那今天我们挖了那个史莱姆农场的那个空间，我们还差另一边还有一层，就是第三层啊。我打算下一期继续做，可能下一期我们做的时候那个南瓜就已经长好了。那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啦，拜拜。